大山銀行好高興獲得傑出電子銀行服務大獎啦！咁我代表大山銀行多謝資本雜誌各位評審、客户對我哋嘅支持，同埋我哋一班同事嘅努力啦。大山銀行積極推動電子銀行服務啦。咁其實我哋過往係提供好多多元化嘅高安全度、簡易嘅快捷申請渠道嘅電子銀行服務俾我哋客人嘅。咁我哋亦都係喺一個首先係第一間銀行喺香港推出一個 native apps 嘅程式嘅叫做證券交易平台。是一個平台嚟嘅，唔係一個證券公司啦。另外咧，我哋亦都係率先提出一個同環聯TransUnion 嘅 Credit Bureau 啦，做出一個叫 EID 驗證去申請私人貸款服務嘅。咁我哋亦都係喺過往舊年，我哋聯同唔同嘅電子支付收費嘅程式啦，譬如係 Apple Pay 啦、Google Pay 啦、Tap and Go 啦、WeChat Pay 啦，所有支付平台，我哋大新推出咗一個叫 iPay 支付平台嘅服務俾我哋客人，令到客人可以好清晰咁樣去知道自己喺電子支付上邊嘅transaction 係有幾有做過啲咩 transaction 啦。喺今年裏邊，我哋亦都係再次係同 TransUnion Credit Bureau 啦，率先喺銀行推出依個叫做 eZTong 嘅credit card 申請嘅服務啦。客人係唔需要經過以前傳統嘅簽名啊，或者做一張紙張出嚟簽名，直接喺個手機上邊做曬所有嘅申請，上傳曬所有文件去申請我哋嘅信用卡同埋私隱貸款服務啦。咁其實我哋稍後喺今年內，我哋都會推出一個eZTong 遙佢直接申請銀行户口嘅服務嘅，咁我哋希望嚟緊將來可以全面推行一啲新嘅產品，令到市場上更加環保啦，同埋快捷俾到啲服務俾我哋客人嘅。咁喺度多謝大家。